馆，我相信有很多人已经看过口碑场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看？超级好看，对不对？这个片子你不要以为只是嬉闹闹啊，弄来弄去，其实这个六弄有很多的寓意啊。六弄咖啡馆不是真正的地址六弄，它代表的人生有无限的各种的捉弄，命运的安排绝对会让你非常揪心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认识这部电影，马上呢，我们来看我的化妆演出，画龙点睛，穿针引线，非常的优秀啊！谢谢，欢迎二位。好，谢谢，来请上台。台风啊，所以这是绝对遇险时发的好兆头。好，欢迎三位来到现场。左手边。好，请稍微快一点，稍微快一点，谢谢。那些三个人一般高啊，好速配啊，好搭、啊。哎，不要边讲边同时边出现干嘛？来，真的一般高啊，速配嘛，搭。刚刚也提到了，这三位都是好优秀啊！看，有一位演过好莱坞的电影，有两位都是入围过金马奖男女主角，虽然是年轻，但是都是演技受到专业肯定的。欢迎三位，请到舞台上来，来进教室喽！慧眼哦，名字里面有子的都很棒，对不对啊？子云、子倩、子娇。来，董子健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因为其实去年就是杀青的，你后来看完完整版了吗？有看。感觉如何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，就是站在一个旁观的角度看这部戏，你的心情是什么？首先我觉得很好看，其实大家也会觉得很好看。然后就像一个孩子已经18岁了，然后他要自己闯天下一样，希望六弄咖啡馆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人生。真的，因为董子健拍过很多大导演的戏，所以他讲的话是很有公信力的。这个新锐导演还行吗？吴子云导演？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吗？哎呀，哎，有没有把握哈？就是吴导演也把你送进金马奖，你觉得？我是觉得很有机会哦。怎么样，大飞？我觉得非常有机会。对呀、啊，应该三个都会入围吧？真的，你自己觉得呢？有这种 feel 吗？靠你了。OK， 导演口头禅。哦，对，请大家加油，靠你了哈、哦。好，伯侯也跟大家问声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伯侯。耶、yeah, ，伯侯看过戏了吗？看过了。感觉如何？有没有什么心得或感触？我觉得它真的是一部很不一样的青春片，然后有嬉笑，有戏虐，但是到最后。当然还是感动，还是眼泪，是没错。而且戏里面真的，哎、欸，你妈妈在下面，啊那個、我妈妈，哎，妈妈好，我真正的妈妈也有来现场。哦、真的妈妈在哪里？对 对, 對，在那边，我爸爸妈妈。哦，真的，哎、啊，你们，你们进来坐，我们有椅子啊，我想把那空位，你可以坐我位置啊，把我的位置也让给你们。对对对，让给你们。哎，真妈妈你好，真妈妈，真妈妈、假妈妈都来了哦。OK， 还有洪都拉斯也是很厉害的客串演员，對對對，大家都很优秀哈、哦。那来，卓林也跟大家问声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卓林 Cherry， 在戏里面饰演的是李希蕊同学。哎，李希蕊同学哈，从青春高中生一路演到大学生，演到社会人士，怎么样？你看完之后感觉如何呢？就跟你想象的一不一样？其实这里应该只有我一个还没看完整版。哦，你还没看？今天晚上就会跟大家一起看。没有看过，好帅，好帅的，好帅的哈！哎，我跟你讲结局哈，结局啊，就是。不能爆雷，我跟你讲，不可以，因为啊，看过剧本，他看过剧本也对，可是一定跟想象还是略有不同，尤其加了特效等等。我们真的强调，这不是只有青春嘻嘻哈哈，它还有很多很深刻的意涵，对不对？导演跟我们分析一下，其实六弄它代表的是好像六种的命运捉弄，是这样的概念吗？它完全就是这样的概念。它在写小说的时候设计，就是在看起来好像有选择，其实有很多东西没得选择，可是，在没得选择的时候还要做选择。是我在做的是这一个，是那人生就是很多捉弄，你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，对，你只能面对，对，你只能面对，是辛苦了导演哦，谢谢你拍出那么好的戏。严卓林今天在看到董子健有什么 feel 吗？在戏里面你们真的爱得很深刻这样子，导演子健的最后一个，终于又见面了，导演好专业啊、哦，知道要让位这样子，导演可以来这里，里面还有亲亲啊，青春的爱情那个要亲不亲，你不觉得他们纠结好久吗？今天看到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很感动，真的吗？因为我看过，对对，里面因为那个时代哈、哦，80、90年代年轻人比较害羞一点，对不对？要是现在早就。哦，早就弄不下去，就不说了。弄下去。你的男，你的另一半有知道你们有亲亲的画面吗？我有大概说过。大概说过。哎，你看，其实你看trailer 或者是那个 MV 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，所以已经预告过了。今天再次看到董子健，有什么话对他说吗？想念我们这个所有的剧组朋友吗？欣蕊还是很爱你的。哦。
见有什么话回应一下？嗯，谢谢。小绿会回来。哎呦，这么有信心？你觉得他会回到你身边？小绿会回来的。哦，你会回到他身边哦。没有，他在说猫了。哦，他在说猫。他在说猫。哦，我们不要讲太多，因为很多人还没有看过，这样透露太多不行哈。那大飞，你说说，就最精彩的是哪一段？我觉得最精彩的，这可以讲吗？现在？尽量不能，不要讲太。不要太明显，就是有一幕啊，就第一颗镜头是从上面开始往。我谢你啊。我觉得很客气，就是镜头是吧？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博宏跟子健之间的友情，他们两个之间，我真的。深深怀疑你兄弟情，兄弟情，甚至我觉得怀疑你的是 gay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有可能吗？其实搞不好导演真实想安排的博宏不是爱上你，你是爱上子健的概念，是不是？导演是有这个意思吗？有吗？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真的吗？绝对没有。哦，那不然你说你为什么今天没来啊？啊，好，不说，先不要自己，这个就不说了。各位就是要互相动来动去啊，我们电影不就是这样吗？对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现在要开始弄喽，弄一下，弄一下。好，需要来弄一下你们六位，来，我们上道具。在电影里面呢，有一个铁箱，有没有很怀念？哇！
天天想你，天天想你吧。好，这个、好像预备开始。我歌词可能有点，那有困难吗？那不过就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而已。天天问自己。OK。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。